有想好得奖感言？有有有，大概想一下。Yeah。 如果在上台的话，你会在群组喜讯吗？喜讯哦，没什么喜讯了、啊。这有啊，身体有喜讯啊。上次他们写我身体有警讯，我就说不要写，把我写的病恹恹的，就是那些人。好野风，因为我们专辑有一首歌叫《好野》，好野，然后我借了一些首饰。今天是不是很幸运，真的是有穿红内裤？有有红内裤，现在、啊。给大家看一点点吧。不会了，可以看袜子了。可以讲一下今天的穿搭吗？今天就是台湾黑熊的概念，因为很白的一个 B 在这边。你今天有信心吗？有信心吗？还不错啦。今天不会太热吗？会，所以我想要对。很会脱啊！真的？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了。有想好得奖感言？有有有，大概想一下。Yeah。 如果在上台的话，你喜讯哦，没什么喜讯了、啊。这有啊，身体有喜讯啊。上次他们写我身体有警讯，我就说不要写，把我写的病恹恹的，就是这些人。今年目标很高，会不会特别紧张？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呼声会那么高哎，所以我是比较傻眼一点，对啊。为什么会跳高？就没想到啊，对吧、啊？就还不错啊，谢谢大家。